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继续我们的拳皇灵儿风云再起207版的实况解说。这一场依然是由震天城队的萧晨拳，哎，中手一套跳飞，滑步没有连上，双方还是一个主力之战。哎呀，葵花接 BC 胜了倩音，胜了倩音接起一个萧峰，抓住中手，葵花又接八智女，崩起来后勾柴华，空中再现经典的一个炸，29连勾，八神继续向前推进。哎，跳飞压制对手没有多少血了，但是库拉突然接起一个 BC 连。BC 连取消，连续的比消，再来一个必杀技，啊，超必杀呀！22连八神重手带套，看库拉还是有一线生机的这一把，因为战天城的这个连招熟练度很强。空中小跳一下，八神再寻找下一个机会，哎，下中腿走一下，升龙打空，八神后再来一下，哎，下巴轻腿，但是还是中了一个下中脚啊！现在八神还是取得最后的胜利，毕竟打出了一套29连呀，超级帅。下面来看战天城的包子出场。首先用波牵制，非常龟的角色，不管在哪个版本里面，包子都是特别的龟。来看萧晨拳，哎，一把抓住，现在是残血状态重抓 BC 送了剑音，送了剑音没有连上，八神再次寻找下一个机会没有关系，哎，但是就在这时被抓了一手，这一手抓得很好。现在来到萧晨拳的第二个金甲翻了，这是双方的中间力量，看包子能否龟得住，还能这一把，哎，一脚踢到，看剑翻再次向前推进，后撤反身位接 BC 过后霸气脚旋风腿，一个必杀技直接连上，哎，潇洒的21连，金甲凡再次向前推进 ，BC 过后，哎，对手上当，突然出了一个道生龙啊，道生龙腿，让我们见到战天的最后一个角色了哟。来看他最后一个这个，安迪呀、啊，这个安迪连到人也是打人特别的疼，这个版本连起来没完没了。哎，下巴金脚，再接 BC 跳中腿。重手带套，好、哦，终于打击头接 BC 再接一个打击头取消，取消过后使用必杀技顶了过去，30连对手几乎已经挂了，然后在一个空中斩影拳完事，很快速的结束了此局。下面来到了下一把我们来看萧晨拳的猴子现身啊，猴子逆向轻手带摩接 BC 过后又一个逆向，连续的逆向，但是对手还是闪出，重手一套跳在地后撤一把，再次逆向，哎，猴子再次向前推进，连续的进行狂压呀 ，BC 哎 ，BC 过后没有接上超必杀，还是被打呀，被打过后，现在又来了斩影拳，逆向过顶，轻手 BC 接一个超必杀，安迪又被一套歇了，大家请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次见。